在基于重建方面，在这个教育知识上做了非常突出的贡献，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学习课程，提供了安全书包，为我们的学生上学提供了安全保障。从首都北京到云南鲁甸，距离非常的遥远，我们所有日产人的心是紧紧的和各位同学们连在一起的。每个少年都有自己的梦想，日产自家公司。 将通过奇迹行动，帮助大家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希望大家了解自家，喜爱自家，将来大家能成为优秀的自家人才，为实现自家成果，铸就贡献。日产追梦课堂不仅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，还通过先进的教学方式和全新的教学内容。 让学生们寓教于乐，并且呢，在德育、智育等方面呢，也得到了提升。我现在的学校恢复重建正在掀起高潮，感谢日产的筑梦课堂，也希望能到我们灾区的其他学校去开展这一系列的有益的活动。日产中国在环境、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积极地开展各种社会公益活动。截止2015年8月。 筑梦课堂参加人数已经超过了4000人次，丰富人们的生活是日产的重要承诺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履行下去。